杯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的誓约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海神取水欲菊，而问之曰：菊中水多，海水多耶？贤者答曰：菊中水多，非海水也。海神重问：如经所说，未至成部。贤者答曰：此言真谛，不虚妄也，何以明之？海水虽多，必有枯竭。竭欲尽时，两日并出，泉源池流，溪皆汉河。三日出时，诸小河水，溪皆枯干。四日出时，诸大江海，溪皆枯竭。五日出时，大海稍减。六日出时，三分减耳。七日出时，海水都尽，须弥崩坏，下至金刚地际皆悉交然。若复有人能以信心以衣举水供养于佛，或用师僧，或奉父母，或盖贫穷，给予禽兽，此之功德，历劫不尽。以此言之，知海为少，举水为多。佛告阿难：尔时贫人持一瓶水，不食僧者，今此今天夫妇事业，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钱及一瓶水，并此明镜，施众僧故，世事端正，身体净色，容仪晃玉殊妙无比，91劫恒常如是。由于尔时有幸禁锢，得离生死，逮得应真。阿难当知，一切福德不可不作。如彼贫人以少食故，
乃获如是无量福报。若复有人以净信心持一举水供养于佛，或施众生，或奉父母，或乞丐者，乃至禽畜之类，此之少善正因功能，今于尘劫不能穷尽。诸恶鬼插手，白佛言：从来饥渴，佛天中天，慈悯一切众生。今次恶鬼小饮食，佛与阿难：捉钵取水，用不施恶鬼。阿难便捉钵取水。与恶鬼，恶鬼白佛言：今此一钵水，不饱一人，况乃八万四千。佛与诸恶鬼：八万四千捉此钵水，至心不施佛及诸弟子。诸八万四千恶鬼捉此钵水，常会布施，以我先世不布施，今生恶鬼中，如今无所有，持此钵水，布施佛及诸弟子，使诸恶鬼缘此功德，远离三恶道后，所生得失如佛无异。尔时，王舍城频婆娑罗王为佛造作浮屠僧房，有一长者意欲为佛做好房屋，不能得地，便于如来惊醒之处造一讲堂，堂开四门，后时命中生于天上，成天宫殿来供养佛，佛未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今此天子以何业缘得生天宫？佛言：本在人中造佛讲堂，有始善因，命中升天，来至我所，感恩供养，从闻说法，获须陀洹。尔时，舍卫国有一古客远行商贾，生死不还，母养妻子，其子长大，父欲远去，祖母欲远，如父远去，生死不还，如莫远去，当于近处，在世作死，即奉其敕，便于室中坐于孤寺，而作念言：此成人名，
悉皆请佛。我今心照摄意，亦当请于如来，便往请佛。佛来致意，而白佛言：我以此摄供养如来，自今以后，入尘之时，洗手洗钵，恒向我摄，其后命中，便升天上，来至佛所，佛会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此天喜日，以何业缘得生天上？佛言：本为人时，心作死摄，请佛着中，成此善业，今生于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获报。沃人造僧方，欢喜而用施，感宫殿庄严，五欲皆具足。施屋得舍宅，宫殿及掩地，宝藏悉盈满，众聚随所欲。布施屋室陈，意欲诸美味，为神在所知，虚设随起飞。施与屋舍者，后世所指安，公馆诸所居，世事言具足。若以田地施，得花果流泉。若施以良田，得仓库隐逸。如比比丘者，个个随所欲，花果及清泉，爱与善安慰。若以园林施，常获圣妙果，一切所因应，心安无热闹，众人所爱乐，眷属悉具足。无怒人爱见，一切所归养，后生高长子，其师元素者。造册除众秽，后无便利患，身心常清净，见者莫不欢。原是礼诸垢，究竟获大安。施屋舍者，离诸恐怖，得安隐乐。
富有人，于如来塔以衣布施，获十二种殊妙功德。何等十二？一、身体雍直；二、见者欢喜；三、福相光润；四、色相微妙；五、色形无比；六、身无尘垢；七、衣服纤洁；八、卧具细软；九、得大自在；十、命中升天；十一、见解爱敬；十二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施佛衣服或如实报。若有众生奉施衣服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，面目端严；二者，肌肤细化；三者，尘垢不着；四者，身遍具足上妙衣服；五者，微妙卧具覆盖其身；六者，具惭愧服；七者，见者爱敬；八者，具大财宝；九者，命中升天；十者，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衣服得十种功德。若人以衣施，彼得生爱乐；或色相端严，具惭愧衣服。好施衣被者，施惭好容色，心善人乐见，快乐得所欲。习以好衣服，施与有德者，后世常好雅，光润色若金。施衣得惭愧，神仪高圣尊，人相悉具足，读者莫不兴，其身常安隐，心事很喜欢。与衣裳者，得好妙色，世间敬爱。若富有人，布施鞋履供养僧佛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、威仪示范；二、相马无缺；三、行道有见；四、身无疲乏；五、足步无损；六、离荆棘沙砾；七、获神足通；八、仆从众多；九、升天自在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
鞋履布施佛比丘等，或如斯报。卧施于鞋履，供养佛僧等，游行得安乐，常获车骑乘。若有众生奉施靴履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具足妙称；二者足下安平；三者足肤柔软；四者远涉清见；五者身无疲疾；六者所行之处不为荆棘瓦砾损坏其足；七者得神通力；八者具诸吉使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靴履得十种功德。若复有人以钵器食物施佛及僧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、形色光润；二、器物具足随意受用；三、离诸饥渴；四、珍宝丰足；五、远离恶趣；六、人天欢喜；七、福相圆满；八、尊贵自在；九、恒生诸天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不施器物，或如斯报。若有众生身施器皿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处世如器；二者得善法精泽；三者离诸可爱；四者若可思水，流泉涌出；五者终不生于恶鬼道中；六者得天妙器；七者远离恶友；八者具大福报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器皿得十种功德。若有众生奉施饮食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得命；二者得色；三者得力；四者获得安无碍变；五者得无所畏；六者无诸懈怠，为众敬仰；七者众人爱乐；八者具大福报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饮食得十种功德。
恒时行施时，尽兴聚惭愧，得富贵端缘，广饶资处等，若施田宅等，即造僧伽蓝，令彼心欢喜，于自彼身中，一切随所欲。好施饭食者，后生得命色，有力变大富，无病常安隐。不道不贪嗔，守分而安住，每位施圣贤，彼得生人事，寿命具色力，吉祥而无病。若施傍类时，长寿多色力。若复有人施佛创作，或十种功德，何等为十？一、德业尊重；二、世间称赞；三、知解多利；四、名称远闻；五、德美歌颂；六、安和事乐；七、或转轮往坐，仆从众多；八、见者欢喜；九、升天自在，福相具足；十、速证缘寂，如是功德，施佛创作或思圣报。若施卧具等，当感生安乐。施安坐，受报眷属常爱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，012001194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大家好，我是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可以降低感染风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现在在台预期停居留的外来人口也可以安心接种疫苗了。自2021年12月3日到2022年1月31日止，所有预期停居留外来人口不用担心被通报、查处、管制，请您尽快来接种免费的 COVID-19 疫苗。有身份证明文件者，可到各县市指定接种站或医疗院所接种。
如果没有身份证明文件，请扫描以下 QR Code， 联络相关团体协助您登记接种，安心接种疫苗，保护你我的健康。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妙法莲华经前世，卷第四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，世尊所讲述的久远故事深深感动十大弟子中口才最好的富容呢。师尊啊，感谢您这番金玉良言，即使是被人称赞为说法第一的我，也无法以言语表达出佛菩萨的功德。我明白你想要说的，过去你也诞生于九十亿位佛之中，学习此教会，并向人宣说法的呀。富楼那，以后你在出现的诸佛世界中，也将是说法第一的人。如此经过长久的岁月，你将终于到达觉悟，成为法明佛。你的国土名为善境，国境内平静安定，镶满七种宝石，空中林立着诸神的宫殿，人天可相互看到对方，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发光，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。境内食物只有两种，一者法喜食，二者禅悦食。一者法喜食，二者禅悦食。有无量阿僧七千万亿那由他，诸菩萨众德大神通。无爱之善能教化众生之泪。